300多磅，90度崴脚，官方通告归期未定。结果时隔一周重回赛场，就能撞蒙杜兰特，打爆西蒙斯。看了西安新赛季首秀，你就会感受到懂得改变的天才到底有多么可怕。没错，西安迎来了自己2022-23赛季的首秀。对位西蒙斯，其实看点颇多，一个是回归，一个是易主，共同点都是证明自己还有实力。但无论是鹈鹕的22分大胜，还是西安25分9篮板4抢断的数据，在这场对比中，胖虎都赢得很彻底。看起来这个夏天的一切，他都得到了回报。故事的开头要从7月份的那份体重条款开始说起。上赛季报销的西安在7月份和球队达成了一份5年2.3亿的顶薪合同，但很快就被爆出这份合同里有着多达几千万的体重条款。如果西安没办法减肥到275磅以下，他将会损失掉这几千万美元。关于此事，西安并没有做出官方回应，但相关人员的旁敲侧击就已经展现出了西安所做的一切。先是他的私人主厨斯蒂安·格林在体重条款官宣一个星期后，格林说这家伙的饮食习惯完全改观，为了减少体重增加体质，西安每天都得按照食谱进食18顿饭，按量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。紧接着，私人教练贾斯伯·比布斯也透露，和外界的猜测不同，西安从没有对体重条款表示出任何愤怒的情绪，反而他为了平息那些离谱的体重谣言，做了一系列塑身的规划。很快，队内训练营开展后，鹈鹕的众多队友也开始对着媒体喋喋不休。莫非说西安瘦了一圈，但仍旧能用肩膀把我和马绍尔顶出禁区。CJ 和小南斯说，500多天没参赛的西安却变得比以前更快更轻盈了。西安真的瘦了下来，也真的变得更加强壮。哪怕是在季前赛里崴了脚，时隔一星期，他却又能在赛季首秀里把篮网的内线轮番军训。反观打了一假期游戏，易主首秀单场4分的西蒙斯，或许这就是拼命改变和一意孤行之间的区别吧。